片段，却是我的一番情意。小诗，那是一首短短小诗，诗里头只有两三句，却代表我的千言万语。我要把它送给你，不知道你是否感激。片段，却是我的一番情意。是，每一个人心目中拢一首小诗，伊咱歌坛这位伟大人物，伊参加过真侪学生，阮拢是算伊的后辈。趁着这首小诗的机会，心内面有一首小诗要甲大家讲，大平，请。啊，是啦，今日伫遮虽然讲天气遮冷，大家冒着生命危险来遮听歌，无遐严重啦，讲我感性个，听歌了冇生命啊。但是即个歌小诗，小诗的意思就是讲小歌淡淡啦，叫伊个大个告白啦，小歌淡淡，小歌淡淡，小诗唔是小歌淡淡，小诗啊，唔是哦。哦，迄诗还没诗无感觉。哎呀，你那个人，拜托你，老哥啊，我心内一首诗，想要今日听你来表白。是是是，多谢你，你过当这么久，我受着你的照顾。啊，没有没有。较早我出道时，第一个访问就是你，那无你，那我今日有我存在的。当然讲。但是我最近节目也真少讲这个尔，我有三个囡仔，你嘛有三个囡仔。对对。我是讲哪会拄好，无六拢我你饲啦。于大哥，哎呦，三八轻啊！你那跟蔡小虎同款，拢安尼感觉，你知嘛吼？我上崇拜你，我自吼伫阮爸，不是阮爸啦，阮母话的巴肚底。哦，恁爸的。就听，就听你唱歌，对不？我比银哥较爱你，我嘛做崇拜你的。所以有一天，我看到你的相片，我看到你的脚痕，我感觉。我什么时阵相，倒一张相片有我的脚痕为你啊去啊？阿哪阿哪啦？嗯，你拄讲哦。阿阿，你靠伊啊！你甲拄安尼，我就直直提啊！你啊，唔对唔对，好不拍好片。阿啦，总共一句，我于大哥，你以后你即马要正式个要登来咱这个舞台，你要好好甲我照顾，然后新的节目你爱找我哥去主持啊，你知无？我绝对会甲你好好。照顾啦，各位家己出去哦。紧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对，讲真呢，哦，自己那时阵，互你照顾到即马，我对你呢非常的感激。嗯，啊，今仔日因遐拢无生意，那经营小吃，小吃都要用下。哦，真有生意啦，你看哪孙啊吼，小吃用卫生纸落去写呢。好啦，那是啦，你却用切我用起来写。我要把它送给你，不知道你是否欢喜。纵然它是那么简短，却是我的。